Hello，大家，今天的早饭，我终于还是忍不住好奇做了这个希腊酸奶麦片桃子，应该这么叫吗？韩国最近如果大家有关注韩国这边的 YouTuber、Vlogger 之类的话，应该陆续的看到，其实这个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了。我做这个做的都晚了，本来我是没有打算尝试的，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可以想象啊，就是酸奶拌了桃子的味道，充其量就是上面撒了一些，有的人撒蜂蜜啊，有的人撒糖浆啊，加了一些甜味儿，但是抵不住我看的几乎所有的 vlogger，还有做料理的博主都做了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哎，那我就真香一次吧，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这边这个呢，就是这应该叫什么？奶油芝士蛋黄烤吐司，我打算先来尝一下这个桃子。其实我觉得味道应该也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但是就是可能因为它好看。最近韩国有很多咖啡厅也在卖这个，虽然我觉得卖这个有点坑钱，因为它做起来真的太简单了。我用的桃子有点硬，其实应该用软桃的，但是我没有买到。家附近有卖软桃的，所以就买了这个。哎呀，我切的好丑，其实就是桃子加希腊酸奶的味道。大家只要能做出来或者能买到浓稠的希腊酸奶，这个就没有任何难度了。撒了一点糖浆，还挺好吃的。因为我觉得今年韩国桃子都不怎么甜，至少我买那几次都不怎么甜，可能是我们家楼下水果店的问题。我撒的是那种，那个糖浆具体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低糖的，有点像代糖的那种糖浆。不是很甜，所以很好吃。如果放蜂蜜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浓厚了。大家如果用比较甜的桃子，可以不用撒糖浆。但是我今年一直都没有买到甜的桃子，夏天都过去了，我依旧没有能吃到一次好吃的桃子。我用的是这个糖浆，这也不能叫糖浆吧？哎，就是。液体的糖分代替产品，应该怎么来说？这里面是485克，只有39卡路里。我觉得应该就是代糖的糖浆，也没有那种就是人造的甜味儿，挺清淡的。我偶尔做饭需要用糖浆的时候会用到它。被遗忘的吐司，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看起来。里面是那种黄澄澄的蛋黄，好吃。성균관 대학교 수강생 여러분 하겠고요. 그리고 이제 송대 같은 경우는 개강 전에 이게 동영상을 1강을 올리게 되어 있는 거로 알고 있어서 하게 역사적 의미 그리고 이제 신화와 과학 간에 어떠한 비평적인 관계 설정을 해야 하는가. Hello，大家，现在是中午12点左右。现在我出来去家附近的大超市买点菜。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去超市买菜了，在家里面用 APP 订菜。也能充分的满足需求，但是因为我妈说我前段时间在家里面待了太长时间，我妈
每天都会看那个微信的步数，然后他每一次看我就几十步几十步在家里面走，他就会说我，然后赶紧出来晒晒太阳什么的。然后正好今天要去给晨晨姐寄点东西，月饼啊，还有之前从国内买的一些东西给她寄过去，所以说我就出门了。韩国前段时间天天下雨，这两天终于又晴天了，然后温度又回升了一点，还挺舒服的。 OK， 我先去邮局，然后再去超市买菜。Thank you.
뭔가 그걸로 다가 먹을 거긴 한데 그래도 여새 단풍나물도 그 아유 손님 어머 손님 헤어컷 안 하신 지 오래됐네 손님 응? 杨，之前有在微博参与过我抽奖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程姐前段时间啊给我在网上订了一桶碧儿的冰淇淋，这是他们家的超大桶。之前碧儿搞过一次活动，好像是免费从大桶升到超大桶，然后我已经吃了一个礼拜了，大概吃了这么多，这个桶超级大，给你们看一下。跟我的脑袋比，已经能把我的头给遮住了。然后我当时抽奖的时候跟大家说程姐送了一桶碧儿的冰淇淋，有很多朋友说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因为吃不到国内，好像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人跟我说过有碧儿，但是后来消失了没有了，所以说今天跟大家形容一下我选的，我程姐给我选的这六个味道的冰淇淋。我选的这六个应该我觉得算是韩国这边碧儿最有人气的几个味道了，但是其实碧儿我觉得好像每一个国家地方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反正美国好像就没有妈妈是外星人或者是薄荷巧克力这种比较奇葩的口味，韩国这边的起名也是很奇怪。首先这个是奥利奥口味冰淇淋，其实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觉得就是香草冰淇淋里面混了很多奥利奥碎，但是很好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冰淇淋底。第二个这个绿色的就是薄荷巧克力，其实薄荷巧克力吧，每一次我发包括之前发微博我很喜欢吃的薄荷巧克力零食，大家都说想尝尝薄荷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但其实我觉得它也并不完全就是牙膏的味道，因为牙膏的口感很奇怪，对吧？所以说你的味觉可能会被它的口感影响带跑偏一点，就是薄荷的味道的冰淇淋。我在说什么？薄荷味道的冰淇淋里面放了很细很细的巧克力碎。我觉得碧儿他们家的薄荷巧克力冰淇淋算是口味上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接受一点的，我在韩国吃到的最难接受的薄荷巧克力的味道，是我之前在济州岛누구카시면됩니다买菜送到家了。我在韩国吃到的最难接受的薄荷巧克力的口味，应该就是我在济州岛吃的那个甜甜圈，那个真的是太刺激了。下面这半个呢，是韩国这边超级有人气的，我记得好像是排第一还是排第二的，妈妈是外星人。这个冰淇淋就是一半的香草冰淇淋，还有一半的巧克力冰淇淋，里面还有麦丽素那个巧克力豆。嗯，这个巧克力大概我觉得如果形容一下它的话，应该是65%或者是75%的巧克力的浓度，不是特别甜。我去碧儿一般不是薄荷巧克力的话就是妈妈是外星人，但是整体来说我还是薄荷巧克力吃的会更多一点。然后下面呢，这个是巧克力慕斯，碧儿家的巧克力慕斯吧真的是能吃出来苦味的。如果说刚刚那个妈妈是外星人里面的巧克力是65%的话，这个就到80%了。嗯，里面还有巧克力碎，能吃到苦味的巧克力冰淇淋超浓郁。然后下面这个是阿蒙德蓬蓬，其实这款构造也很简单，就是香草冰淇淋
里面会放很多巧克力酱，就是巧克力酱挤进去然后冻上，所以里面会有一圈一圈的巧克力。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里面这个杏仁吧，是裹了巧克力的杏仁。所以你每次吃到里面的杏仁粒的时候，还能吃到巧克力的味道。然后最后这边这个最白的是纽约芝士蛋糕，这款的话就是那种酸酸的芝士蛋糕味的冰淇淋底，然后里面的料是有点类似于饼干口感的，怎么说，这也不叫饼干，是那个就是里面这个黄色的这个芝士的口感，我找到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小时候吃过这种，就是小熊的这种巧克力。我小时候吃的好像不是金地这个牌子，但是有那种一到过年的时候就会超市里面有卖这种小熊装的，然后里面是这种长条形的巧克力。这个巧克力我比较喜欢吃，是因为它里面有这种夹心儿，那种脆脆的夹心儿。我小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夹心儿，每一年过年都会让我妈给我买一罐这个，就是里面那个脆脆的夹心儿那个糖的那种感觉，超级好吃。我也是这次程姐给我买了这一桶，我才 get 到里面的芝士块像什么的味道，口感上超级香，特别好吃。今天我的甜点差不多吃完了，但是这桶我不知道还要吃到什么时候。밥드시지마시고요밥위에고기랑그위에와사비조금씩얹어드시면돼요밥이랑소스를비벼니까그냥비벼드세요네맛있게드세요又来了这家店。看上次的视频，我发现我买了那个白色的桌布，不是吗？当时我还在纠结它跟另外一个蓝色的，然后我发现那个蓝色的我也很喜欢，所以今天来的话顺便想买一下。열 체크 먼저 해주세요
감사합니다. 大家早，今天是9月八号，礼拜三。然后今天是我需要去咖啡学院上课的第一天。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个点起床了。一般我醒的话会8点钟左右醒，但是我一般会懒在床上1个小时左右，9点钟起来，然后做饭吃饭什么的。之前我看有人问我两餐的时间，我一般早上9点多，有的时候可能会耗到10点钟吃早饭，然后下午1点到2点钟左右吃午饭，这是我的一个作息啊。其实很多人问我吃两餐会不会饿呀什么的，但是其实在看视频的大家，我估计也不是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吃得上三餐的，至少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只能吃两餐，吃他们一般都吃午餐跟晚餐，偶尔加一餐夜宵而已。我的话就是早上起来吃早餐跟午餐，这个样子。昨天去板东切瓜买的这个面包，这个里面还有奶油芝士，我用烤箱稍微的烤了一下，哇，有点烫。买奶油芝士很多。这个酸奶还是我们家这边这个妈妈克利 yogurt， 只是他们家现在不卖那种大桶装的了，最大的就是这种300毫升的，所以一般我都买这种碗装的来吃。其实用这种吃也有好处，300毫升我能吃3天，吃完前两天的最后一天就不用洗碗了，直接倒进去。今天喝的是转运过来的胶囊咖啡。 Hello 大家，我现在结束了上午的课程。今天上课的时候问了一下老师，老师说在不让他和其他学员出镜的情况下可以拍，所以明天啊，下次上课的时候我会带摄像机跟大家记录一下。然后现在呢，我打算去学院附近有一个欧莱雅，就是可以把它理解为韩国的药妆店。今天是他们打折的最后一天，我准备去囤点面膜啊，一年一度的囤面膜。하자입니다.
62번. 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드릴게요. 네. 韩国这边的秋季新品 Crazed 好像是巧克力酱吧，应该就是挂了巧克力酱拿铁。 不是巧克力，好像是香草。 外壁上挂了巧克力酱，里面放了香草糖浆的拿铁咖啡。嗯，他们的这个秋季新品，这里面应该是有两磅的，我捡了一磅，这样它放了一磅，还可以。我比较好奇的是这个蛋糕，栗子蛋糕嘛。其实我很少在韩国的星巴克吃甜品。 但是他们这儿甜品一直是蛮好吃的，所以我很期待。这个顶上还有半颗栗子。嗯，哇，最底下这个是栗子的奶油芝士，中间那层是。 牛奶奶油的味道，顶上是栗子奶油酱的味道，好吃。嗯，这底下那层有栗子巴斯克蛋糕的口感。 Thank you.